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民进电视民进合拍啊，非常荣幸的继续访问到啊汪能先生。汪先生你好。哎你好和平你好啊。哎呀，跟您做节目啊，我做笔记都是很难做，因为涉及的历史啊知识实在是太短缺了，不好意思。我这边呢就顺便讲一件几条的历史啊。嗯，因为我呢为什么的对历史呢有点兴趣呢，第一是家族的问题啊，就有点历史上面的东西，我做学生的时候妈妈都很少跟我讲那个。后来到了香港以后就慢慢接触的比较多了。嗯，后来你像我到香港以后还年轻二十来岁啊，不是三十，别人先念点什么东西，或者是要做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数理化嘛就不可能的了已经了，对不对？那还有历史历史根本你不要算你什么年纪，只要你的有记忆有心有兴趣，你什么年纪都可以学啊。而且第二一个呢，我自己呢就怎么讲啊，可能有点反叛的思维。那老师这你叫我这一本正经坐在那个课堂里面听老师这边讲呢，只要老师的口才不好不吸引我的，我就不要打瞌睡。但是我自己我离开了课堂以后，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就找什么东西啊，那我变成我就有兴趣了嘛啊。这所以呢也是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看过的东西讲的时候啊好像都接触到好像都有另外一个讲法哦，那就究竟是谁的讲法对呢，那就对于这历史呢就产生一点兴趣了。那时候就找资料，那现在就方便一点了。当然你在网上面找的资料有可能是真有可能是假，但那最起码都有一个给你的认知 的机会嘛。而这个是真的那就好了。所以呢我这次是学历史的只是半吊的啊。不要以为我就是历史学家，我不是历史学家啊。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是比我呢的不许我上大学的，所以呢就中学毕业就出来工作了，就变成就是慢慢的接触的比较多，也是找是究竟事实是怎么样。所以呢这几十年以来我总结了一句，就像是鲁迅先生所讲的，他讲得非常好，他说文字上记载的往往都不是真的，这一句实在是可以说是讲得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好。所以呢有写呢历史上面是书本是这么写的，或者谁谁这么写的，往往你要真的要找找别的资料再看看怎么讲才可以啊。所以呢就我呢就对一些历史的问题就有兴趣了，那就也不管你什么年纪嘛，你都学的无所谓啊，那学多学少就是等于是充实自己吧。要讲到汪精卫这个人呢、现在暂时别讲到汪精卫这个人了，因为我有一个事情刚刚您在之前一个节目里面提到，汪家有一位解放军的少将、对不对？对唐姐，女少将。对。后来呢因为他是将军嘛，所以他移民就受到了限制，要三年才能到美国来，但是因为他家人在西雅图，所以就移民出来了。那您还记得这位他姓什么吗？那当然姓汪啊，我堂姐、汪什么，我他妈有时候名字改掉了。他是广东什么地方人呢？写的是汪什么名字，您可以记得吗？忘记了，一下是汪什么的，他单名，像我叫汪伦，叫两个字是汪伦啊。但是他在解放军哪一个系统工作？汪什么东西我忘记了啊。是在解放军哪个系统工作呢？解放军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啊。对啊，毕业以后呢？留学教书啊，
就交刘孝，那不是哈真公号的不是班大长沙的吗？听说是两夫妻都在研究那个核子潜艇，就不大清楚了，就我就不敢肯定，只是那后来他不是哈真公号的搬到了这个搬到了长沙吗？这个不大清楚了，这个不大。哎，我想起来，可能你弄错了，你跟我讲的时候和那边你弄错，或者说我弄错了，我接受错了，可能是不是我的大伯父，你问的是我的二伯父。哦，对，哎，我二伯父是念教育的，嗯，来美国留学，那个他是清华大学，也是拿了那个庚子赔款，那个奖学金来到美国是学教育的，嗯，在哥伦比亚大学，嗯，哥伦比亚大学是学教育的，他呢就是到四十年代抗战还没有结束，他自费又来美国再留学，两次来美国留学。回去以后呢，就是第一次他留学回去以后，就是跟那个晏阳初啊，跟孙复元啊，他们呢就在长沙跟那个衡山那一带就搞那个农村教育，嗯，跟孙复元，跟他孙复元是很熟，嗯，很熟。孙复元我还记得我去他家里那个。暑假寒假的时候啊，他家里还挂着一幅孙复元的字，那第一句我就记得是子与低吟万马行，这子与就是这巴拉巴拉巴拉很大的雨，低吟的屋檐啊，屋檐啊，子与低吟很低的屋檐，对的，万马行，我就记得第一句，其实后面的我忘记了。记忆不错，记忆不错。是孙复元给他写的字。然后他一直就搞教育，到了五十年代以后呢，就是在华南师范学院，这最初是教育系的系主任，然后呢就做了这个学院的副院长。就是副院长，他是民盟的人嘛，嗯，对。六零年的时候，他叫我伯父叫汪德亮，就是亲伯父了，就是我爸爸的亲哥了，汪德亮，他就六零年的时候啊，就是五九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就是广东教育代表团。到北京去开那个什么国庆什么群英大会，他是广东代表团的团长，嗯，就给这个周恩来啊接见啊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啊，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准备上飞机要回广东了，那突然呢就是说，哎，总理有事情，请你留下。那他就留在北京了，留在北京就跟他讲，他说现在是已经十月了，明年年初在莫斯科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代表大会要召开，我希望你要参加这个会议，能不能够参加，他说可以啊，那你就不要回广东了，就留在北京了，做这个准备工作。就结果呢，他是这中国教育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周培源，他呢就在这个会议上边呢，就代表中国代表团呢叫发言，讲了以后就是各国的代表啦，起立鼓掌，讲得好。那回来了以后就是到北京那边啊，当然就是什么庆功宴啊，什么什么东西了。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刘少奇就问我伯父汪德亮，他说：“汪德亮同志啊，你现在这政治面目是什么东西啊？”他说：“我是民盟的，民主同盟的那个民盟的广东负责人之一，什么东西啊？”他说：“你
对共产党看法怎么样啊？他就明白了。刘少奇问他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说我认识共产党是怎么样啊？怎么样啊？结果呢，就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呢，是由刘少奇做介绍人。嗯，但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变成是《南方日报》还登了介绍出来了。那时候是刘少奇呢，就是要在那个文化界、艺术界，要拉一批这些人呢，就跟着共产党走的，是这样子的。嗯。OK， 的德是道德的德，什么是哪个德呀？啊，德道德的德。啊，亮呢？道德的德，汪德。我爸爸那爸爸我姑姑啊姑妈这一辈都是德汪德什么汪德什么东西的，那大伯父呢就是二叔公的儿子嘛，他叫汪德进嘛，就是山西那个进，现在到二伯父就是汪德亮，高风亮节嘛，就是高风。高峰呢，那你说他的小孩是不是是在美国出生，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少那个解放军的少将是怎么回事呢？他为什么少将那个是汪德进的女儿，大伯父是微生物学家。 OK OK， 微生物的。二伯父是教育的。OK， 教育的。OK， 好，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就清楚了，这个清楚了。对对对对，这个清楚了。好，抱歉，您继续讲。你继续讲。没有，这有些人呢，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当然有些人呢，就是汪精卫，这不是汉奸，那个就把他贴了个招牌了。但是呢，从历史上看的呢，汪精卫最初是国民党的左派，对，他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把这个三大政策呢，就弄成是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这是不对的，从来没有提过新三民主义，这三大政策，这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最初呢是联俄融共扶助农工。后来呢就改成了这个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新三民主义是上民生啊民族啊什么的，这个是这个三民主义。但是这个呢是不是叫做新三民主义，是三大政策，这个要澄清一下，因为会搞不清楚的，对吧？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奇怪，有些人呢当然呢是你仔细去看看汪精卫的历史呢，就觉得这很奇怪。但是为什么？他什么原因会从一个极左的倒过来就变成极右、极反共？这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就很多人呢就误解了，就不大清楚，就趁这个机会呢，就是讲一下。而且是讲到1927年的时候啊，那个北伐，就已经到了上海。那蒋介石呢，就一直呢，就可以说这个北伐算是也打得比较顺利了。其实是不是蒋介石这个总司令去设计的每一次打的战役呢？其实不是。其实呢，最主要的人呢，就是苏联的军事顾问，叫加伦将军。对，加伦将军啊，他在中国也有一个叫加伦将军，就是彭加伦。啊，他叫彭加伦，我认识他，我认识他，很早交往过，聊过天啊。他太太他两夫妻在中国城怎么走都没有碰到，就聊起来了。彭加伦我知道是 OK， 有时间我有时间再跟他聊。这个关键呢，就是1927年那个蒋介石呢就领导这个北伐呢就到了这个上海了。其实呢就是苏联的将军啊，加伦的替他设计每一个战役怎么样打法，都是那个
加仑的就是最后的时候设计好了，就叫总司令发布命令，是这样子，这样子打法的。那结果到抗战的时候呢，蒋介石他念念不忘加仑，要求斯大林呢把加仑再派来中国帮助他抗战。结果呢，加仑在1936年的苏联大出反的时候啊，就被他斯大林弄死了。所以呢，就蒋介石就很失望这个事情啊，这是题外话。那1月份的时候啊，就是斯大林呢就公开表扬，说是蒋介石是坚决跟着联共联苏联俄这个政策是走下去的，大家表扬了一番。结果呢，蒋介石呢就发现在北伐军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呢就都是共产党人的控制住了。一个三民主义学会呢，当然就是那个国民党在控制了啊。那然后呢，另外有一个什么青年学生会啊，那这就是周恩来这一批啊，张太雷啊这一批共产党人在控制了。所以呢，变成了就是这个周恩来他们这一边的靠近共产主义思想的呢，还是比较那个在打仗啊或者各方面呢，在成绩很出色。那是变成那蒋介石就想着是尾大不掉，结果呢就搞到了412，那就变成就是清党了。清党呢就大开杀戒了，在上海啊杀得一塌糊涂，血流成河，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呢就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是在共产国际里面呢就控制了一个中国的分部而已嘛，所以还要是听从这个共产国际的这个指挥的。所以共产国际呢，这当时呢，就斯大林觉得，哎呦，一月份才刚刚这个表扬了他，三个月以后，哎，马上他的反共反的这么厉害了，所以他就不想放弃在中国的这个分部的领导工作。嗯，所以呢，就经过呢跟那个托洛茨基呢，就跟斯大林两个呢就商讨，两个人的意见相左，意见相左以后呢，这斯大林呢就是叫中国。是要找一个人要代替蒋介石了，就把蒋介石给踢开去了，不行了，这个情况怎么样了？那结果呢，就托洛茨基就以那个共产国际的名义呢，就5月份呢就发出了一份叫做五月指示。这一个指示呢，就是由向共产国际呢，向中国的这个苏联的代表包罗廷，和带着这个指示呢去的呢，要交给一个呢，就中国区的共产国际在中国区的代表，叫做印度裔的人，叫做路易。中文呢就把它翻译成罗毅啊，罗毅啊，就反正是译音嘛。那结果呢，这个五月指示呢，就是罗毅呢收到了以后呢，就跟那个包罗廷啊他们呢就两个人呢商量了一下，就是说还是共产国际的名义呢去找汪精卫谈一谈。那时候呢，因为呢就两个人呢就蒋介石跟汪精卫啊，在这个意见要相左的时候，变成了就宁汉分裂了。那时候是宁汉分裂，蒋介石呢就在南京，汪精卫呢就在武汉，还有成立一个什么政府啊，什么东西的，就是反正是两个政府在那边呢，就是在吵架，反正就是。那结果呢，就是罗毅呢就。到武汉呢就找到了这个汪精卫，就跟汪精卫讲啊，现在呢蒋介石呢就是撇开我们了，所以呢中国呢我们是需要一个呢就这个代表人物呢就跟我们共产国际呢继续合作，
所以呢就找了汪精卫，跟了汪精卫呢就讲了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呢也收到了这个共产国际中央呢来的指示，希望呢跟你好好谈谈。这个领导的国民党嘛，应该继续要跟那个共产党合作啊，什么什么东西的。那汪精卫呢，就当时呢就问，那么他说，你可以把那个五月指示给我看一下吗？因为罗毅呢，那时候呢就那个洛毅呢就觉得是，哎，这个是绝密，但是他既然提出来了。我是不应该给他看的，假如不给他看呢，又怕汪精卫呢，不服从，不愿意，那怎么办呢？就希望能够达到了这个成功的一点呢，就真真正正的把那个五月指示呢，就是拿出来了给汪精卫看了。汪精卫看见呢，那里面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大约的内容呢有五点，所以叫做五月的五点指示。那第一点呢，就只是说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要坚决实行从实际上取得土地才能够取得胜利。第二一点。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会里面去，令到国民党的元老们跟着我们走，或者会让他们成为跟蒋介石走的废物。第三点呢，就必须呢要靠工会农协会的千万个会员来扩大地方的组织。第四呢，要动员20000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大约50000的革命群众，编成几个新的工农军。第五点，要组织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国民党的官兵。那大约的内容就是这五点。汪精卫一看，哇，这怎么搞的？你这个以个人的名义，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最后呢，就是要代替我们国民党这个领导权、也军队以及呢，就那个工人、农民的领袖。这当时呢，就因为搞那个农民的土地革命，这是个闹得很僵的。搞得很过火的，所以陈思对，你看那个李立三的爸爸也是在那个土地革命的时候给那个农民协会的人那个杀掉了，所以呢就变成就跟这个情形里面，汪精卫呢就不动声色，就给他坐在他旁边的陈友仁，就是国民党的元老了，陈友仁的给他看。陈友仁呢一看见以后呢，这个脸都发青了，这汪精卫就觉得这个事情呢搞大了，你这呢就变成了孙悟空了，就变成一个什么什么虫了，跑到那个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面闹革命了，你这样子搞法得了啊？所以他就说，这个事情我还是要交给政治委员会呢，那个主席团要通过才行。这罗毅就说，这是绝密啊，我是只是给你看而已啊，你给那个陈先生看呢已经是不是绝密了，但是你们两个要守口如瓶啊，不能逃出去啊，什么什么东西的。结果汪精卫呢就把这个就收在手里，知道了这个事情。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就是这秘密的这组织呢这个。不对了，这个跟共产党合作的时候，最后呢就是那个要夺取我们，代替我们国民党啊，要取代我们的这个跟领导的能力，所以变成了他在那边呢就筹谋的怎么样去对付这个共产党了，因为这转变的最主要转变就是这一个五月指示。所以后来呢就是后来
然后这个罗隐呢就把那个五岳指示呢就给了这个陈独秀。陈独秀在那个 中央的人的讨论当中呢，就变成了有一部分人呢就说要按照这个指示去做。但是呢陈独秀的讲法，就是你按照他的讲法，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革命，就是中文自己要搞啊，怎么可能这个俄国人来指示呢？对，托洛茨基当时呢，他是代表那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那托洛茨基跟斯大林是不搭杠的，两个就是闹矛盾的，整天闹矛盾的那个时候。但是他就吃定的就用那个共产国际，你那个斯大林也不能干涉他，你只是苏共中央嘛，他是共产国际嘛，他所以你这共产国际的给了以后，他们一看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陈独秀为首的就觉得这个。很不同意这么个搞法，所以变成了就有两个意见了。而托洛茨基呢，是首先第一个人赞扬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这个路线是对的，正确的。因为中国的情况跟苏联的在苏联前俄国的情况的不同，他还有着工人的阶级，这个成为了一个阶级，但在中国的时候农民才是占了绝大部分，只要这赞扬这个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才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的条件的。那个结果到后来呢，就被陈独秀啊这些什么什么都打成是托派。那托派当时我们在中国都有我们在念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说是托派了，就抓起来了，去劳改了。劳改了就什么是托派呢？我们当初就以为是那个南斯拉夫那个铁托那个托派。后来呢才知道原来是人托洛茨基才叫托派，是这么一回事。我见过一些托派的老人家。我开始没有见之前嘛，我都有点紧张，这个托派我也是一样搞不清楚。后来见了面以后啊，才发现人挺好的，原来叫托派，思想比较真实的组成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因为那个你讲托洛茨基嘛，他在红军当中的威信是很高的，因为苏联的红军就是他创办的嘛，他创办的。而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呢，斯大林只是一个报纸的总编辑而已。然后呢他就耍手段啊，这个把那个托洛茨基呢也是想通过最高苏维埃的什么主席团的会议啊什么的，要把那个斯大林打倒。那斯大林呢就把那个军权给夺过来啊，枪指挥呢你这个托洛茨基呢只能够逃亡了，这最后逃亡了，对不对？那就变成就是在最后在墨西哥，也他到墨西哥斯大林也不放过，当时这当然这个叫题外话了啊。讲到中国的托派呢，就是那个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年纪最小的一个叫刘什么。我忘记了那个名字了。还有那个什么郑昭林呐、这个刘什么我忘记了，这个最年轻的就是火烧那个曹家楼的时候啊，曹家楼的时候就是他年纪最小，小小的个子就从这个铁栅栏里面的钻进去，打开了那个大门了以后，五四运动的火烧那个赵家楼了，就是这个姓刘的那个他去把那个大门给打开的。而他到了苏联去留学的时候呢，就接触了这个托洛茨基的理论。但是后来呢，他要留回国的时候呢，托洛茨基已经被排挤了，就到西班牙去。那结果这姓刘呢就特别的绕道 到西班牙去，那真的被他找到了这个托洛茨基就谈了。托洛茨基把自己的这个理论呢这些东西呢就给了这个姓刘的。这姓刘呢
捡转回来那叫带到中国来，就交给了、就是刘仁静、啊、刘仁静那交给了陈独秀，陈独秀说对，有道理啊，他这个的的确确的不是说真的准算留学的这么厉害啦，啊，这通过议会道路啊什么东西的，这个所以呢就搞了这个就是托派出来，所以变成托洛茨基呢这个人呢变成了斯大林也恨死了，这个希特勒也恨死了，这是这么一个人了、啊、这中国的托派呢就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托派，就无缘无故的就变成了叫托派了，其实真真正正赞扬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最后是托洛茨基，这个他是的确是非常的实际的这个人啊，那就变成那就刚才就讲过了，这个从汪精卫这个转变就从那边开始，正因为这个转变是在六月份的转变，汨罗金谷的又拉拢了张发奎他的广东军，因为这只能够找张发奎的广东军嘛，而周恩来呢他们呢也知道了这个武汉这边呢汪精卫又要把这个共产党又踢出去了，就变成了那时候叫分共了，那个蒋介石就亲共了，大开杀戒，那个汪精卫在武汉那边呢就是说分共，哎，李宋出警，李宋他们出警，基本上就按照我找到的记录呢，就没杀几个人，他在分共，他就分你分出去了，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就这样子的。所以呢，正因为这个搞得急的时候，变成了就南昌起义呢，就提前了半个月，本来想是在8月15号起义的，正因为他知道了汪精卫要拉着那张发奎的部队呢，就已经到了九江了。很快河南就可能就到武汉，他就提前了15天再搞了一个那个南昌起义出来了。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也有人跟别人不同的意见，他们说哎中国什么工农红军啊是毛主席的领导的创办的什么东西。哎各位朋友。军旗上面的81是怎么样来的？81就是南昌起义，1927年8月1号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谁搞的？周恩来、朱德、张太雷、叶挺，啊，是这一批人的。当时呢，这个林彪还是一个排长而已，粟裕只是一个班长。到后来的时候啊，那边两个那个军事的人才啊都浮出台面来了，这是后话，那就不要拉得太紧了。所以呢就南昌起义呢其实就是那个周恩来朱德他们一票人啊搞出来的。陈毅本来也想带着队伍的去参加，但是谁知道这提前了15天了，他到了一半路的时候呢就已经说哎起义已经失败了。那只有几天的时间就失败了，所以陈毅呢就没有参加，是这么一回事的。那南昌起义以后呢，因为失败了以后呢，就是那个就分成了两部分退出来，一部分呢又有朱德，就带着呢去井冈山那边呢就投靠毛泽东，而周恩来呢带着一批人呢。包括呢我们红军的那个第一叛将啊，那个拱楚是警卫营的营长啊，当时在陪着那个周恩来呢去撤出那个南昌了，往广东汕头啊东江这部分呢就来到退。为什么呢？因为呢彭湃曾经在那个海陆丰啊汕头的隔壁那个搞了个农民革命，他们有根据地在那边啊，他们有根据地，而且呢因为苏联呢在那个海参崴那边有一船的军火要准备运来中国的，要支持中国的革命。那假如到了海陆丰这边有码头，那苏联的军火就可以从那边来，
谁知道呢，周恩来带着那个队伍呢走到一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龚楚啊就扶着周恩来去走。他说周恩来那时候呢就是那是稻田了嘛，就是水稻的稻田啊，就水里面就是踩来踩去。周恩来呢哭了，这时候一边哭一边走，他扶着他的，为什么要叫周恩来 不开口讲什么原因。第二个，周恩来的时候呢就发烧。后来呢到了靠近那个海陆丰的时候啊，他们就说，哎，我们是那个南昌起义的，我们大家都是苏维埃政府的什么什么东西的。但是回答的时候呢，就是我管你是什么样政府的，这彭湃下面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嘛，也没有通知说是有这么一批人，反正你拿着枪和我这边你要缴械，你不缴不行。那最后的时候就是他们商量了，最后就是把这100多条那个长枪呢就给了这个彭湃的军队。那再说那个这几十个那个驳壳枪呢，就护着周恩来呢就上船呢去香港。那时候周恩来还是高烧，还发烧，也在发烧。那龚楚呢就没跟他们去，就后来呢就是离开了以后，就转转反复呢就跑到井冈山去。这也是龚楚的回忆录里面写的这些经过了。所以讲到这个汪精卫呢，从这个右变左，但是经过这一次蒋介石亲共了，汪精卫分共了，结果呢蒋汪又合作了，又合作起来了，又合作起来了，就是跟蒋介石分了又合，后来又合了又分了，反正就是又合又分又分又合，就是分狗必合，变那个合久必分呢，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啊。而且再谈谈，就是这个汪精卫去行刺这个摄政王，是吧？你要行刺别人，你搞政治的，别人也会行刺你呀，对不对？所以呢汪精卫呢这一生当中呢就两次被人刺杀，开枪刺杀的。那第一次呢就是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的六中全会这个在南京开完了，11月开完了，开完了以后呢就是会后呢叫大家就照相啊，大家一起照相。照相的时候呢就汪精卫就坐了，就留了两个位置，一个是给蒋介石，一个给汪精卫。汪精卫呢先坐下去，这等来等去呢就是蒋介石没出来。有人就说，哎，老蒋啊，老蒋不来怎么行啊。结果那个人说他，哎，他说不舒服啊，牙齿疼啊，这不来照相了。汪精卫说：“这怎么行啊？你是那个主席，你是那个总裁，我是副总裁，你一个总裁不来怎么样？哎，我去请他。”那汪精卫就到会议室的二楼的，就找蒋介石。蒋介石这个人呢，我相信是他的有一点第六灵感，他就跟汪精卫讲，他说：“外面的情况今天好像很乱，我怕会出事情。”我希望你也不要出去照相了。那汪精卫说：“这怎么行啊？你这个情形，那个总裁、副总裁全部不在，那个都不像话嘛。”他说：“你去，你的鬼，你去。反正我是不去了。”那结果呢？汪精卫就下来就照相。那照相的时候呢，就是照完了，大家就起立就准备走了。他突然呢就是在那个记者当中呢，那个记者那个时候照相机不是那么小的，是很大的那个黑布盖子头啊，这样子的吧，一个夹子这样拿出去的，木架子这样子打起来的嘛。就有人呢就从这个照相机的盒子里面呢拿出了枪呢，就对准了汪精卫来开了3枪。
其实这个人呢叫什么呢，叫做孙凤鸣。孙凤鸣这个人呢原本是十九路军的一个排长啊，他是谁请他来杀人的呢？杀谁呢？啊，这个命下达命令的就是中国第一杀手王亚娇，这个出名的杀手啊，对，就买了这个孙凤鸣。本来孙凤鸣的目的是要杀蒋介石，王亚娇曾经暗杀过蒋介石的不成功，那不成功，怎么不成功呢？就在庐山，在庐山呢，你的这个枪怎么样运上去？六道封锁，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枪手呢，就买了两只火腿，把火腿里面呢挖空了。把那个枪呢就藏在火腿里面，啊，就到了那边去的时候呢，就是到了上面去的时候呢，就把那火腿呢一扔的时候呢，就拿着枪呢就准备去刺杀蒋介石了。谁知呢，这蒋介石那边呢，你也知道了，这个很奇怪，对不对？哎，怎么有些鸟啊，就围住这边呢，老是就吃东西呢？那就奇怪了，往日都没有的，那个山这么高啊，哪有鸟飞得这么高的？这大群鸟啊，一看，哎，原来是火腿。那火腿里面呢，挖了两个洞，那两个洞是枪的形状，哎，有刺客，啊，噼里啪啦的跑到那边去了，就不成功了，不成功了。这一次呢，就是哎，那么开会的时候呢，就。搞了一个就是晨光通讯社，晨是早晨那个晨啊，光明的光啊，那个晨光通讯社呢，就拿了这个记者证，就交给了这个孙凤鸣。孙凤鸣呢，就拿着进来，那目的呢，就是要打蒋介石的。那么蒋介石不出来，大家又起来了，扭头就准备走了，没有猫了，拿只狗来开枪吧。这结果呢，就是开了三枪，像汪精卫的开了三枪。那第一枪呢，从汪精卫的左边的这个臀部这个颜面和这个的打了，插了这个皮外伤。第二颗子弹呢，就打到这个汪精卫屁股上面的，屁股有肉嘛，那结果砸了出来。第三枪呢，就是打中了这个脊椎骨，汪精卫的后背的脊椎骨。大约是第好像第十第十一节吧，就是反正那个子弹的这是铜的子弹头呢，就夹在那个脊椎里面了。那当场的人呢，看见这样的时候啊，首先跑上去抱住孙凤鸣的呢，就是张继。张继呢，这个人呢是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的极右的这个头目之一来的，西山派。啊，张继把那个孙凤鸣给抱出来了，那跟着呢就是那个张学良，连忙跑上去呢，一脚把这个枪呢就踢掉了以后，就把那个孙凤鸣呢就抓了，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乱七八糟了，那陈璧君就抱着汪精卫血淋淋的头啊，那个大叫啊，什么？蒋介石听见了开枪了，那个噼里啪啦就走下来问什么事。那陈璧君就对着蒋介石说，老蒋，你不要汪先生做，你可以开口啊，何必用了这样脏的手段啊，你要人命啊，这样搞法啦。那蒋介石真是当时百口莫辩的那时候，但是你的的确确你是什么阴差阳错，有这么巧，你就是不出来，就是开枪了。是你蒋介石当然嫌疑是最大了，是吧？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形底下呢，蒋介石真是不百口莫辩了。那时候就站在那边都不愣愣的，不知怎么讲了。到最后查明了啊，原来这个。是孙凤鸣呢，目的是要打蒋介石，那蒋介石不在了，那就打到汪精卫来开枪了，就是这样子的。那结果呢，就是噼里啪啦就到南京了，就到那个送到上海去。
找了两兄弟留学德国的外科医生，姓刘，姓刘的，啊，叫牛年了，今年吧，就姓刘的，两兄弟的就开刀，面额就是擦过嘛，没什么问题，臀部那个子弹呢，因为肉厚嘛，那个开刀也拿出来了，就是在脊椎这一颗子弹，这一颗子弹。那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子弹就贴住的颈椎，这脊椎嘛，那搞不好就是半身稍微截瘫了啊，瘫痪了，那就得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啊，是这么一个事情。那结果呢，就是陈璧君就问这两兄弟，既然这样，就将他留着，那么留在里面的时候会不会很快就发作啊？他说因为现在动起来呢是很危险啊，搞不好就会截瘫，在假如留在里面嘛，还可以最多应该可以有10年时间，10年。哎，这句话真的被他讲对了，真的讲对了。所以这个汪精卫是第一次被刺杀，这个结果呢还是留了条命的。假如那个时候被打死了，他还是个英雄人物，到最后的时候就变成了人间骂的汉奸，那就是变成第二次了。第二次就是在河内。就在河内的时候呢，就原本呢就是河内是他当时要争。重庆到昆明，从昆明到河内，是吧？哎，对对，重庆到昆明。因为最初的时候啊，就是日本里面也有分两批人，文官以近卫文末为首的，就首相为首的，就组合，因为他们知道这场仗打下去呢，日本是消耗不了的。但是呢，主战的这批呢是，军人，尤其是年轻的一辈的军人。所以，对最初的时候啊，近卫首做首相的时候就提出了近卫三原则。啊，这最后他提出了近卫三原则。那三个原则就是，第一，这个双方就地停火。第二，双方也谈判，也不互相赔偿。第三，两年以内日本军队退出中国，是这么一个提法。那么当时调停的人呢，是德国驻中国的大使馆陶德曼，他很热心来走动这个事情。当时呢就是阎锡山跟那个冯玉祥啊，就蒋冯阎大战，那个中原大战的时候啊，那叫蒋介石也要到战场去视察嘛，就到了武汉，然后汪精卫在南京。当时呢，近卫三原则的提出来的时候呢，汪精卫就觉得这可以答应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后来还是让老蒋看一看，老蒋呢就结果呢，噼里啪啦跑到武汉去，在武汉他到前线就独战去了，又绕了一圈，结果呢就找到蒋介石。蒋介石看完了以后，那个陶德曼呢再把那个同意的这个意见呢，说要带到日本去。谁知道陶德曼到了那个皇宫外面呢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武相呢就在那个皇室里面呢就开会，跟日皇在开会。那他都不能进去了，他不能进去呢，陶德曼就在会议厅外面呢在等。等到散会的时候一出来呢，那个陶德曼呢就见到了的那个外相以后，就跟外相讲，外相呢就拉着那个近卫首相呢就跟他谈，他说哎，这个中国也答应了这几个条件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啦，就这样子讲。
但是近卫呢就说，哎，你刚好来晚了一步，我们刚才开会了，御前会议就是讨论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期限呢已经过了，刚刚好过了我们才开会。这开会就觉得中国呢就不答应。现在呢御前会议皇帝开金口啊，就不能改了这个事情。那别国的陶德曼的这个调停呢，和平谈判的调停呢，就已经又失去了一个机会了，啊，就刚好这个里面开会嘛，他进不去，是这个情况。那结果呢，就汪精卫自己本身来讲呢，就大家都从国力各方面来分析的时候呢，汪精卫对首先呢对抗战呢，他是。他怎么讲呢，他可以说是他失去信心，首先是对抗战失去信心。啊，因为中国的国力军力也跟日本怎么比啊。所以呢第二一个，假如是能够和平的来到结束这场战争有什么不好呢，这是一个他个人的希望。其实呢就是他就不懂，凡是你要一个战争要坐下来谈，一定要有筹码才能谈，你没有筹码你怎么谈啊？你是节节败退的时候你怎么跟人谈，你没有筹码啊。所以呢就是但是毛就非常的聪明啊，你看那个朝鲜战争打到第二个战役已经了，就打到三八线附近了。啊，就这个后勤运输啊，从25公里啊已经延长了400公里了。那个后勤补给不够嘛，那个彭德怀就希望呢能够就停下来了，这个后勤啊什么吃的不论那个也不够啊，就要停下来，那个跟老毛呢就不能再打了，就打到三八线就算了。但老毛说的不行，虽然说这场战争总有一天会停下来，不会长期永远的打下去，到谈的时候呢定了筹码啊。彭德怀呢就从军事上面来说是要停下来，但老毛说是不行，你谈下来我要筹码啊，三八线我不能停下来，要打到三七线，最好能够打到36线。当我跟你联合国军坐下来，尤其是美国代表的时候，哎，我从36线推到37线，你要给什么东西给我啊？我要从37线，我要推到38线，你要给什么？你有筹码才能谈呢、啊？你当时对日谈判，你没有筹码，你怎么去谈呢？不过在汪精卫先生的这个组合啊和这个中国当时的主战，我觉得另外需要花一个时间了。来专门讨论啊，下一次的节目就请你来再详细谈，因为这一集我们的谈的内容又非常之多了，我们的观众也需要一段时间啊，这个消耗，哎，您呢也应该休息一下了，我倒很累了，好不好？你是大忙人，好啊，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谈嘛 ，OK， 对不对？下个礼拜你给我休息对吧？对啊，我会跟你联系的，我们的同事、okay， 会跟你联系。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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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谢谢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非常谢谢，没有你们的忙碌，很多同事跟你联系、啊、做一个节目很不容易。OK，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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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谢谢我们导播，再见再见。